前接获民众报案，称所经营的选物贩卖机故障，且商品明显短缺，已有坏物介入。调阅案发地监视器影像显示，嫌疑人多次以身体、臀部撞击机台，甚至徒手摇晃使机台倾斜，共掉落50条巧克力，并造成机台马达及机板故障，初步损失新台币约6000元。本案本分局已通知嫌疑人到案说明，全案依窃盗毁损罪嫌，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